哎，邓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我麻瓜，啊，中午了，吃饭了没？啊，吃着呢，吃的啥？猪肉炖粉条，哎呀，东北菜啊，好吃吧？好家伙，这路不好走啊，越是不好走，这鱼呀，越好。这位置不错啊，这个地方呢是大明岩水库。我在这呢有过辉煌的战绩，螃蟹小王子这个称号呢就是从这儿来的。当时在这钓了好多的渔具，怎么说呢？钓了好多的螃蟹，给我老丈人拿过去换了好多的渔具。我现在声明一下，我还缺一个打窝船，希望今天呢能钓点硬货，换个打窝船回来。先捡垃圾啊，这块垃圾比较多，放一边，一会儿呢找个垃圾箱给它扔进去。大早上的鱼啊，喜欢溜边儿，选一个短点的杆子，5米4的白刺，线组是1号拉0.8，4号的锈钩，目标鱼呢鲫鱼，但是这里边大鱼也不少啊，要是碰上大鱼，线组马上就得换。来，开饵吧。一份饵料，一份水，钓的鱼儿都张嘴。一盆饵料，一盆水，抱护连杆全靠嘴，不是抱护连杆就是怼。来1:1的水啊，行，让它稀释5分钟。我翻鱼了，里边翻了。哎，有口啊！我天，这什么鱼？第一条，来小白条。钓着螃蟹了？多大呀？一点点，不要。钓到大来了，溜溜。这里边螃蟹还不少啊。窝里边来鱼了啊，接着来。白条只是个开胃菜，这往坑边一坐呢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要抱护连杆了。朋友们，别忘了啊，帮忙动一下小手指，长按点赞3秒钟。今儿要是红心多了，小爱心要是多了啊，这鱼货不管钓着什么鱼，咱全给他放喽，咱就不给老丈人送了。说到做到啊。给口了，给口了，来了！哎，我天，这个不小，这个个可以啊！哎呦我天！说什么来着？他们钓的小，看我直接小半斤。哎，正儿八经来了一条啊，加分！进去吧，您得。那是不是就是那个做平台那个，他钓了十几个，有两三大的。我这钓了一个大点的。钓一个大。对，都是小家伙。四哥来收费了啊！一年挣他个几百万，一个人收10块钱。哎呦我天！抽了一上午，3个多小时，现在中午了，举一口呢也不咋地了，饵料也没了，最后一钩。一共钓了3条鱼，但是呢，刚才那收费的大爷转了一圈过来说了啊，我这3条鱼钓的算是不错的了，岸边那几个基本上都没钓着，钓了2、3条而已，我算是可以的了。中午这一阵呢，我感觉钓鲢鱼可以，刚才看着了翻鱼了，肯定是鲢鱼，个头呢3、4斤往上了。我呢现在换个大漂子，开点鲢鱼饵料，咱抽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换漂抽鲢鱼，一盆饵料，0.7的水，鲢鱼饵料不能开太多，先抽着点儿。
好，搅拌均匀，放置5分钟就行了。卖体力的时候到了，抽鲢鱼就得频率啊跟上。这鱼不好糊弄，不是挂一个饵下去等，得抽，连续抽。鲢鱼是真正的要想鱼上岸，就得粮食换。抽啊！哎，今天王者之战好像也是鲢鱼比赛啊。我在这儿呢，也慕名给他们比一下，看能钓着不？没要求你吗？他没通知我呀。哇，我抽了几根来口了啊！点点，黑黑了。我天，这口没打住它，这鱼肯定是进窝了。接着来，我天，下去就有口啊！我天，两目直接黑，啥情况啊？刚才顶了一下漂，啪，两目直接黑，打不住，这不对呀！我得打电话问一下我老师啥情况，这在水库钓个鱼口都见这么多也没打住。哎哎哎，邓老师，哎，你好你好啊，我麻罐麻罐麻罐啊，中午了，吃饭了没？啊，吃这呢，吃的啥？猪肉炖粉条。哎呀，东北菜好吃吧？啊，行行行啊，我想问您个事儿啊，我这不是在这钓鲢鱼嘞？您不是说过中午钓鲢鱼好出吗？这是大中午了，我过来抽鲢鱼了，这抽了一大盆儿，啊，抽了有2个小时吧，见口了，见口了，就是有口打不住，老是黑漂，顶漂黑漂，这咋的也打不住？水多深？5米深左右吧，钓的是2米5的位置，半水，啊。不走水，不走水，嗯，今儿天也挺好嘞。水啊，是水库，大水库，大水面。对对对。啊。啊，里边有多少鱼？这里边有几千斤吧。钓不上。啊，资源不行啊。啊，去您那儿钓，您的水库都是几十万斤啊，上万斤都是少的。哦哦哦，哦，您的水库都几十万斤才能钓着着，啊，我在这白抽，啊，浪费时间。那行行，我知道了知道了，那这几千斤就钓不上来了。哦，行行，知道了，不好钓啊。啊，啊，我知道咱啊拍视频，啊，懂。行行，好了，师傅您歇着歇着啊。啊，我师傅说了。这几千斤的，上万斤都不叫鱼，得几十万斤才能钓着。那抽了一天，瞎忙活呀。那师傅让我回家洗洗睡吧，让我去他南方钓去。那能去呀？特殊时期又能出去也出不去。那这吧，收吧，别钓了咱。啊，看咱钓着这条鲫鱼，咱也别要了，给它放了吧。是吧？这个鲫鱼可以啊。上午钓了几条鲫鱼，3条，一条大的，2条小的，咱给它放生了啊！哎呀，我天儿，改天去找我师傅钓鱼去。哎呀，去那边试试人家的资源。走吧。行了，今天咱就钓到这儿吧。抽了一天，胳膊都酸了。咱呢，有时间呢，有机会，咱去南方水库钓去啊！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拜拜了，您呢。